国，在普星神秘，在美好彰化希望城市，赞。来，我们金蜜芒果赞不赞？做咱的这个农特产品的这个啊促销行销哦，那最主要这几年来，在咱的总干事的锻炼之下，我们呢这个三蜜啊做得非常的好。那三蜜指的都是咱的芭乐、咱的葡萄以及咱即马做所出产的这个啊芒果吼、哦，啊会使讲为咱十公顷一直到即马45公顷。那最主要就是希望民众会使讲透过咱的转作来即个从事我们芒果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这个收入。那总干事就有创意的吼，除了讲咱的芒果咱轻轻啊安尼来卖，但是有时候因为啊数量的多寡，那变成需要有一些调节，所以就开发也即个啊冰哦，那吃起来口感非常的好。今年呢，佫增加一个即个啊 Q 饼吼，雪 Q 饼，这是用即个山药切割落去。做出来这个雪 Q 饼，可以说这个咬起来有劲，那又有这个啊芒果的这个香味哈，那很值得大家来这个啊尝试。那最重要是说啊，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普星农会建制这一个变成休闲观光的一个农场，所以呢啊开始陆陆续续整理咱区内的所有的环境，希望说民众改天来这边可以呢有好的环境来采果，然后呢进而能够体会到我们呢在地的特有的农产品。那希望咱的乡亲有机会过来用咱的这个山药，用咱的葡萄，用咱的这个芭乐，那我相信你一定感觉无同款的这个滋味。啊，伫遮感谢咱的总干事带领着咱的选品啊委员。大家的这个支持，上重要。咱地方，咱的这个代表会主席、副主席，咱台地方的这个啊代表、民意代表，拢非常支持咱的这个农会哈，共同为咱的农民的这个福祉来努力。那伫遮再次感谢大家对咱农民的这个啊付出。彰化县政府会持续不断把我们彰化优先的品牌给打出去哈。那咱即马除了咱各个农会伫咧做推广以外，咱的伫咱的这个百货公司，伫咱的这个台北啊新北市，咱嘛拢一直不断的甲咱彰化优先的物件啊努力在行销。那现在也建立了我们这个啊商这个啊网站上面的一个这个啊平台哦，就是希望说能够协助农民啊引领进来进，咱政府领进来替因行销，共同努力，让咱的乡亲有法度更加好的这个收入，更加好的这个生活，一起为美好彰化希望城市来努力，让大家吸引大家来普星乡哈、哦，来我们吃我们的金蜜芒果，我们了解我们金蜜芒果。在我们今天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有一个这个金蜜，这个特产那个果品的展示了。我们有去年的原叶芒果冰棒，还有我们的芒果冰沙，还有我们的芒果干，好、哦，这个都在去年都非常轰动啊。今年又推出一个叫雪 Q 饼，哈、哦，金蜜芒果雪 Q 饼的这个产品出来哈、哦，希望哈、哦、借有这种东西出来哈、哦，让所有外界能够了解到我们普星乡的特色，好、哦、啊，希望说现在今天这个大日子里，大家能够来普星乡走一走，好、哦、看一下我们普星乡的一些产品，还有我们普星乡那个金蜜芒果的好吃好看、哦、啊，享受这种气氛。谢谢大家。